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只看不刷礼物，甚至你荧光棒啊，这个关注都不点。你看我直播，对吧？我也很感谢你。我以前很郁闷，我打高分也被骂，他妈的菜逼。然后后来，我现在播了这么多年，我意识到，哎，原来不是我被骂，都这么过来的。所以你心态要好，做主播心态都好，你心态不好做不了直播。现在，尤其是啊，你一个人啊，播久了，就是你就特别容易心态崩，做直播特别特别容易心态，对，主播破防就在一瞬间，有的时候心里，哎，突然崩了，崩了之后就哎绷不住了。有很多人他这个成年人的崩溃啊，往往只在一些小事情上崩溃。现实生活中，啊，如果是朋友，高低得说一句大声，但这是斗鱼，好吧？这是直播间啊，直播间就算你有1万分，我也得，弹幕也会喷我一句垃圾，我操！电子榨菜懂不懂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们没试过的水友试一试，就打开一个 DOTA 直播，啊，一边这个看直播，一边吃菜，好吧，香，贼香，特别香。特别香。太搞笑了，这哥们儿。说实话，直播这个行业不好做，所以我们。TBCD。哎。还想跑？啊！就你们几个能杀我？哎！能杀！哎呀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！我操！哎呀，真恶心啊！
哎，哎，坏了，我死。我下了我 T 了，可以打可以打。它放大了吗？没放。来拆一下。拆了，我 TP 了。毒死了吧，
还标我，再标你死，知道不？三二一，死，死！哎操，老六！这就是女王啊，好吧，想吃符了，有人给你刷泉水符，哎呀，有人给你刷恢复符，太爽了，所以我们还想跑，这个也死了，还有你。你很喜欢标啊，你很喜欢标，你很喜欢跑，喜欢上标，上标记是吧？等我这个化骨绵掌的这个作用结束之后，就会这个再吃我一个三技能吼的伤害，好吧？啊，可以说非常符合化骨绵掌了。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大，我操！这个沉默牛逼啊！飞毛腿呀、啊！什么意思？赌你啊！看没有，跳过一个沉默，一个吼，一个毒，哎 ，C 一下，等一波技能 CD， 跳过来一个毒，哎，喝口瓶，吃个魔棒，哎，再跳过来一个毒，一个吼 ，C 一下，啊，跳过来一个毒，啊，一个大招。直接吼死啊！女王打 AEC 注意补刀，好吧，补刀很重要啊，补刀很重要。打团了 ，A 啊，高手永远是最关键的时候出场，吼一下一个毒标，一个大招先杀两个啊，放个毒标 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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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我错了错了错了，哥别打了别打错了错了。切个腿啊，切个腿，就是 A， 对吧？往对面脸上那么一跳，但是 A， 我没有扣息，好吧？跳过来，哎，一个毒标 ，C 一下，一个吼，一个毒标，啊，再 C 一下，哎，还敢杀鸡？队友，哎呦，啊，大的很多，可惜没有卵用啊！该死还是要死的啊！过来，跳过来，你叫小牛，你叫小牛是吧？打死你啊！玲珑心啊！一个毒，躲一下，
跳过来，再一个毒，一个吼，杀两个啊！吃口魔棒，哎，跳过来吼一下，没吼到，哎，吼，哎，哎，人呢？毒一下，再来个毒，一个沉默，吼一下，哎，被控了，啊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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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，让跳走，哎，跳走了，再跳，扭头，大莱恩啊，你叫莱恩，你叫赏金啊，没关系啊，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哎，富贵险中求，好吧，室友们。一个大招秒不了我，就是我秒他了。他这个大骨灰不知道谁出的，这个大骨灰出的怪好嘞，恶心死了！我靠，一直给我套大骨灰，我吃了对面至少五六个骨灰盒了。我这个刷新有说法的，我刷星球配合我25级大招加伤害，啊，25级大招加伤害，再配合我的双刀加伤害。我的双刀加伤害，再配合我的中立装备加伤害啊！我中立装备加伤害，再配合我的这个刷星球两个大，好吧？然后再配合我的这个毒标啊啊，两重毒标，两个吼，两个大招，好吧？哎，哎。找一个角度啊，待会儿就是一下吼五个，好吧，清场，找一下角度啊，一定要找角度，这一波一定要找角度，角度很重要。哎，没有，草我也犯病了。快了，被单杀了，哎，哈哈，
哎操！啊，要死了！哎呀！今天想休息了，打完我下了，兄弟们，打完我休息了，打完下了。做直播是这样的，哎呀，单房了呀，我操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明天再见吧，好吧，明天来，明天来，今天我去休息了，兄弟们，再见啊，拜拜，今天状态不好。Hello, I'm Sumia,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